叫蔡美芙。那我今天还没叫安静一点哦，还没叫他安静哦。好，今天我要介绍两项很高端的德国的产品。那第一项就是非侵入性的磁感应检测仪。怎么买？一台是60万。一台60万，给你买2台。好，第二个。第二个，对，第一个是毛囊检测哈，它是个人化的，那36000。36000，10台。谁邀请你过来？红杰。谁？吴嘉腾呢？吴嘉腾。谁要辅导他？在前面那边，那边啊，就去找那个。他喜欢女生辅导，不要找男生。有没有女生出现辅导？没。好，雨杰来辅导。OK。不是我有。好，雨杰，他也是辅导你，因为他的产业跟你很像。